咁我覺得呢，就算係孕婦或者啱啱生完BB啊，或者係一啲beginner呢，都好需要去訓練我哋嘅手臂，令到我哋手臂嘅shape啦更加靚啦，令到我哋背脊成個上身嘅形態都更加靚嘅。咁就算呢，我哋着一啲可能高領啊，或者係呢，雞翼袖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手臂線條望起嚟呢，非常之纖幼啦，同埋呢，非常之有線條感嘅。咁如果你鍾意呢，你可以拎啞鈴啦，或者係拎兩支水啦，去增加個難度嘅。咁個重量呢，就由你而定啦。好，咁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加油！ 咁第一下呢，我哋會做少少嘅warm up先嘅，將我哋嘅雙手呢打開佢，然後上下少少 OK 噶啦，係啦，我哋雙手要伸直嘅喎，開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OK， 好，跟住之後呢，我哋將我哋嘅雙手呢拉埋嚟咯喎，係啦，然後呢。 跟住之後呢，我哋將我哋雙手拉向後打開佢嘅，然後呢，我哋呢會將我哋右手曲手、左手曲手、右手曲手、左手曲手，係啦，就係咁嘅啫，好容易嘅啫。咁如果你拎住兩個啞鈴咧，都係一樣向後，向後 ，OK， 開始咯喎，1、2、3、4。
四十做得非常好。跟住咧，我哋下一个动作咧，我哋将我哋嘅双手咧拉埋嚟，上去，落翻嚟，打开，就系咁啦。开始啦，一、二、三、四。
樓梯級咁樣嘅，咁大家跟住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攞到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係咁啦。咁但係每一下咧，同我用力夾住，如果你拎住啞鈴，就可以包住兩個啞鈴。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翻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翻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翻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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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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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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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做得好好啊！好，跟住之后咧，我哋去到下一个动作咯喎，又咁我哋咧会做一个出拳嘅，咁啊快出拳嘅，系啦，咁就系一二三四五，但每一次直拳出去嘅时候要用力伸只手握实拳头或者握实你嘅哑铃，开始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OK 好，然之后咧，我哋去到下一个动作咯。咁我哋咧会将我哋嘅双手屈曲翻嚟啦。好，然后打开佢翻翻嚟落嚟打开。咁样 ，OK， 开始咯，落去，上嚟，打开，收翻埋，落嚟，上嚟，打开，收翻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
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OK， 落翻嚟好，跟住去到下一组嘅动作啦。又咁，我哋咧又进翻低咧，向后少少，双手伸直嘅，系啦，向后，然后慢慢拉上去，上去，上去。OK， 开始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哦，呼，做得非常之好。跟住之后咧，我哋咧慢慢咧将我哋嘅双手打开九十度，系啦，向上，然后慢慢将我哋双手落嚟，落嚟，系啦，开始啦，一。Bye.
OK， 好，跟住我哋去到最後一個啦。好，我哋咧好似一個跑步嘅姿勢咁嘅，但我哋個人咧向後進，然後咧我哋雙手向後，就係咁嘅啫。係啦，我哋雙手微微屈曲，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將我哋嘅雙手向前拉翻翻嚟，直手向下，就係咁啦。開始，一、二、三，拉向我多啲，四、五、六。嘗試一下好冇？加油！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